我跟各位说，民进党最会运用的就是司法迫害，最会做的一件事情就是造谣抹黑，对不对？嘉贞，我要跟你讲一个故事，这是我在做县长时候的一个故事。我们有一个议员当选，但是当选的时候他必须要宣誓就职，他才是议员。但是他当时被关在看守所里面，各位，他在看守所里面当选议员，在看守所里面，法务部说他不可以宣誓就职，他必须要到议会的现场才可以宣誓就职。当时我就认定这是不合法，因为你这样子会让他丧失议员的资格，所以我就跟法务部去争，争到最后，这个议员是在看守所宣誓就职。法务部本来讲这是违法，但是我说你法务部是违法，所以那个议员还不是国民党的议员，我让他去宣誓就职，结果成功了。嘉贞，我要告诉你，没有到选票开出来之前，我们都不能认输，好不好？好，要充满信心，我们不要怕恶势力，尤其民进党这种这么恶劣的一个政党，丧心病狂的人，我们一定要把他干下台，好不好？好。告诉各位，赖清德、蔡英文都是一群骗选票的人。我告诉各位，蔡英文天天最担心的是什么？就是国民党赢了，恢复了特征组，因为特征组第一个要办的就是要做蔡英文，对不对？对。他根本没有博士学位，骗大家有博士学位，骗赢了总统。这样的人竟然今天还有人去支持他，我觉得这些人醒醒吧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要告诉各位，今天在台湾，所有的台湾人，所有台湾的选民都要醒过来，都要醒过来。各位，我站在这里，我就想到我每一次陪嘉贞出去拜票，不管到哪里去，我都感觉到很光荣很骄傲，因为嘉贞真的能讲敢讲，能冲敢冲，为了整个社会，为了整个国家，他不是是不是最正直认真的议员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在立法院也就是需要这样的立法委员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告诉各位，民进党立法委员都应该下台，对不对？对。做一个立法委员是干什么？做一个立法委员就是监督政府的，做一个立法委员就是要要求总统遵守宪法的，做一个立法委员就是要让政府干干净净、清清廉廉，对不对？对。结果民进党贪赃枉法、违法乱纪，竟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每一个跟哑巴一样、跟狗儿子一样在那里，让他放到下来。对。我做过三任立法委员，我第一任立法委员当选的时候是26年前。我告诉各位，我们那时候做立法委员，每一天都在立法院。不管你是哪一个政党做执政党，我们都会好好监督政府，照顾人民，对不对？对。今天的民进党立的法都在迫害人民，既然民进党的立法委员还可以大言不惭，还要出来选连任，我告诉各位，台南总共有6席立法委员，对不对？对。这次我们要信心，让他们民进党的6席立委都下台，好不好？好。我告诉各位，大家要有勇气出去说，民进党的立委做的对不起我们台南人，所以民进党立委通通要下台，谢台谢罪。我们要有信心，我们敢讲话，不要怕，怕什么？人生就是这样一段而已，但
我们这一代的人是要帮我们的下一代的子民，我们的子子孙孙去谋求一个平安、幸福跟快乐，对不对？对。不要胆小，我从来选举就是跟民进党干架干到大。我也要告诉各位，侯友宜、赵少康绝对有那个胆识，可以维护中华民国，去对抗民进党的台独。侯友宜跟赵少康也绝对有那个胆量，可以恢复特征组。侯友宜跟赵少康也绝对会大家对大家对得起我们良心的事，他们通通会做到。各位，侯友宜跟赵少康也绝对是一个正直、诚实的人，也绝对是一个爱台湾人、爱我们所有人民的人。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支持他，好不好？不要再做对比了，我的时间到了，我跟各位报告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有勇气，有信心，我们一定赢。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是国家认证 AB 克菲尔益生菌，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，能产生伽马、色氨酸等助眠因子，难怪吃了更快入睡，夜睡得更好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杆菌 M1 的产品。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技转，对季节敏感、调整体质的朋友，真的是一大福音。还有这支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羽衣甘蓝萃取物，不少研究都指出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，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、贝塔胡萝卜素、维生素 K、 维生素 C、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。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专利制成，无塑化剂、无重金属、无人工添加物、无410项农药、无香料调味剂、无防腐剂、无色素，七大保证、七大认证，觉得好安心。每日克菲尔，时刻美好 ，Good feel, feel good。快点购下单，太阳星全效克菲尔益生菌。